张图嘅综合新闻报道。好，咁早前呢就有话啦，呢个903呢个咁嘅颁奖典礼嗰阵时呢咪出现咗一幕呢粉红怪走嘅，咁当姜涛攞到奖嗰阵时候，今时今日呢似乎呢个获仇者啊咁就出现返啦。咁话说呢就係咁讲嘅，呢个 Mira 演唱会里面呢，当呢个Anson Low 嘅彩蛋一出，因为依家每一场演唱会后面都有一场彩蛋啫嘛。一出嗰阵时咧，突然间就有大批人士咧，就疑似咧就离席，咁啊话唔睇，眼冤啊睇呢个 Anson Low 嘅表演咁样，咁啊亦都上网咧盛传啦，就话系姜糖啊施以呢一个咁嘅报复心态咁样，咁啊究竟系咪？真係有姜糖咁做呢，定係有人嫁祸俾姜糖呢？咁高登仔呢就今日同大家分析返呢件事，咁睇大家还姜糖一个公道啊，咁样。开始段片之前呢，请大家赞开呢段片先啦，同埋留个言呢，一个心心一个笑容，一点都得。喂，最紧要咩？货金支持，因为你哋嘅货金支持系对抗 haters 最主要、最主要、最有力嘅一个方法。因为咧，你哋嘅货金支持啊，系可以造就一个正面嘅信息俾 YouTube 睇翻，等高登仔呢条频道咧就免受呢啲 haters 嘅攻击，少一个就少一个啊嘛！依个支持姜涛嘅频道，知唔知啊？好，所以你哋一蚊几毫，每一段片都帮我货货金，每一段片货货一百几十又好，一个几毫又好，咁都好，咁只要多人去货金就得啦，咁样。好啦，咁睇翻呢件事喎。咁近排咧呢个咁嘅Mira 演唱会咧，当然系好红啦，系嘛，亦都话题多多啊。咁所以咧有阵时咧讲呢个Mira 演唱会咧，基本上咧每一日咧。都讲唔晒咁滞嘅，所以我唔明白有啲 YouTuber 咧，即系会讲咗其他嘢嘅吓，话自己系呢个姜涛嘅支持者吓，佢咧近排咁多有关姜涛嘅一啲发展啊、专题啊、一啲事件报咧，咁佢又唔报啊，报咗其他嗰啲咩呢个近排最红嗰啲叫咩？有啲李隆基嗰啲咁嘅恋情啦，咁嘅样咁啊去见收视好嘛，咪报咯。但系你哋放心，高登仔呢条频道咧，会继续吓喺我条主频道嗰度咧就集中系嘛报姜涛嘅所有嘅消息同新闻，我哋唔会。我哋唔会呢个逆向步走嘅 ，OK？ 咁但系我就都收到 YouTube 通知啦，系嘛？近排咧，佢话后备频道咧就出片量就少，咁所以咧，高登仔咧都喺后备频道嗰度咧加设一啲新节目。咁第一就系、是叫做应付翻 YouTube 嘅要求啦，系嘛？第二样嘢就系、是希望咧除咗一啲基本上嘅基本上姜涛嘅资料之外咧，仲有一啲额外嘅资讯咧，可以俾到我嘅观众听众咧，喺后备频道嗰度咧就可以睇翻下咁样样，咁都开心啦咁样样。咁有好多人就话，高登仔其实即系都欣赏我嘅即系分析啊，同埋对于我啲娱乐新闻嘅触角同埋资料搜集。咁所以咧，我哋喺后备频道就加设咗少少嘅新节目啦，咁等大家可以多个娱乐嘅资讯咁样样啦，系嘛？好，咁讲返喎，咁讲返呢个 Mira 演唱会啦。咁近排呢就喺姜呢个唔係姜涛 group， 喺呢个神涛 group 嘅一啲资讯或者分享片段出嚟呢，就话啦，姜涛冇品啦。咁点解咁讲呢？就话说呢有一啲彩蛋呢係 Anson Low 㗎嘛。即系因为咧，依家咧 Mira 演唱会咧，基本上咧，就会喺每一场完 show 之后咧，就会系分别会出一啲叫做彩蛋嘅活动。咁彩蛋活动都十零分钟啦，咁样样。早日咧，咁大表哥同埋姜涛嘅一个咁嘅彩蛋就睇得好开心啦，咁样样。咁咧。但係因為始終都係 Mira 演唱會嘛，所以 Mira 十二節咧
都有機會咧係會出彩蛋嘅，即係每一次呢個 Mira 演唱會之後，咁咧就結果咧就有一次咧，其實我都唔記得邊只，即係如果要查查到，但我真係冇心查 Anson Law 係邊一次彩蛋，因為即係我其實就唔係好關心嘅，老實講。咁咧就話咧。有一次咧，就 Mira 演唱會嘅片尾咧，就係、是、出呢個 Anson Law 嘅彩蛋。咁啊，跟住咧，結果咧一出嗰陣時咧，就有大批嚇、大批嘅人咧就離席，咁啊就走咁樣啦，唔知係咪逃走定咩啦咁樣。咁啊就呢件事件咧，就喺引發喺呢個姜圖 group 裏，唔係喺神圖 group 裏面咧就。直指呢班咁嘅臭糖啊！嗱，即系佢哋咁讲啦，佢哋咁讲咋？佢哋咁讲，引述翻啊！呢班臭糖吓，想当日吓903呢个音乐颁奖典礼最后尾，姜涛凭住《逃》呢首歌咁啊攞到奖，结果咧就有大批粉红怪啊嘛，着住粉红色衫，即系当然应该系 Anson Law 嘅支持者嘅神徒啦，咁样咁啊走咗去。咁啊，結果咧就神徒俾人聲討啦，咁啊，高恩仔都即係留意呢件事嘅，咁啊，去我後備頻道就睇翻得啦。咁啊，咁當然呢件事就啲神徒就即係有啲直言不諱啦，佢話係啊，係唔滿意呢個姜圖贏到903呢個咁嘅903呢個咁嘅獎項，咁所以咪離席抗議啦咁樣。咁啊，離唔離席咧？咁樣就即係你哋自己決定啦。我就自己都係覺得係個人嘅選擇嚟嘅，離席。咁你唔啱睇，唔中意睇，咪走咯，係咪？呢啲係純粹個人嘅決定嚟嘅啫。咁樣咁，其實即係你話升唔升土，你話升唔升土神徒咁樣喺903個，我又冇乜啲咁嘅升土嘅意味嚇。老實講嚇，咁啊，而呢個就算啊喺今時今日咧，呢個 Mira 演唱會啊。咁如果個彩蛋係嘛？如果個彩蛋嘅意思就話係個音樂演唱會嘅最後尾嗰 part 啦，咁樣當出現呢個 Anson Law 嘅彩蛋表演，咁其實彩蛋員都走啦。咁所以一班就算係嗰班姜糖啊，起身走都無可厚非啊，係嘛？想當日係903嗰個頒獎典禮係嘛？你哋都走啦，你哋都眼冤啦，咁啊何況？一班姜糖呢你問高恩仔，即係老實講，裡面我可唔可以話啊一口咬定話啊裡面咧就一定唔係姜糖嚟嘅，係其他人嚟嘅。嗱，老實講，問心我句，即係我哋呢啲咧就問心講句啊嘛，係咪先？即係你話如果 Anson Law 彩蛋我一日出我一日走我啲，一定係姜糖啦，或者係其餘一啲。鏡仔都唔頂啦，鏡粉都唔頂啦，係嘛？咁呢個人之常情，咁我好肯定咧，走嗰班人一定唔係呢個神徒嚟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啊，直指就話係姜糖嘅所作所為，話直指係姜糖冇品咁樣，咁我又覺得即係未免太過偏激啦。咁啊，嗱，我都即係正如啱啱我所講，我都唔否定起身我班一定唔係姜糖，一定有姜糖添。我可以同大家講，我好肯定。但係係咪清一色係姜糖呢？我就應該唔會係啦，係嘛？喂，即係學網上面有啲人話齋係嘛？走嘅人當然係即係應該係唔鍾意 Anson Law 啦，係咪？即係如果你話一啲中立派嘅係嘛？即係成個。Mira都支持我啲，咁啊當然會睇埋先走啦。但係你話，如果你話啊唔走啦，唔係你話走啦，咁啊中途起身掹啦咁樣，咁啊即係當中一定牽涉姜糖啦。老實講，係咪佢哋都頂唔順？即係我呢樣嘢係可以理解嘅，我自己覺得真係可以理解。即係叫做人之常情啦，即係好多嘢係嘛？你做我做，大家都做係嘛？咁所以就我諗即係冇乜可唔好鬧啊，或者升唔升土一樣嘢，係嘛？當然我自己都覺得即係話，你要走咪走咯，唔走咪唔走咯，攰咪再坐一會咯，想趕車咪早啲走咯，係嘛？你可以啊，你哋神徒都得㗎，係嘛？
你咪喺姜涛表演嗰时候，你咪走咯。不过系中场啫嘛，系嘛？即系你中意走咪走咯，系咪？有乜所谓啫？呢样嘢其实我觉得，即系你哋，即系我觉得色彩转变嘅啫。咁所以你话啊，即系 Anson Low 咁样，即系表演嗰阵时咁就全部走咁样，咁啊系咪冇品咧？咁样咁我自己觉得你哋自己决定啦，系嘛？你哋自己决定啦，系咪先？中意走就走，唔走就唔走啦，有乜所谓啫？系嘛？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嘢就咁讲啦，系嘛？即系如果系你话即系完啦，系嘛？仲有两场啊完啦，咩话演唱会系嘛？仲有两场啊完啦，咁啊我谂。即係有大家都盛傳話，究竟呢兩日彩蛋係咩嘢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即係彩蛋咩嘢都冇乜所謂嘅。咁即係話曬今次係 Mira 第一次開演唱會，即係叫做圓滿結束啦，係嘛？圓滿結束啦咁樣。咁啊，所以我覺得呢兩場咪即係無論你係姜糖又好，神圖又好，係嘛？即係我自己都會覺得我會坐到最後尾咯，係嘛？邊個表演？同埋最後尾嗰兩場咧，可能最後尾嗰場嗰個叫做大嘅彩蛋表演咧，就應該係呢、這個 Mira Encore 啊 ，Mira Encore 都唔頂，咁所以即係有目共睹啦咁樣。咁至於你話我在場睇，咁你話有 Anson Low 表演嗰陣時候，你話？是咪真的有大量人離開或者離席去廁所呢？咁我自己又唔係察覺得好到嘅，係嘛？咁當然呢啲就要交俾大家，即係再去諗，再去處理啦，係嘛？就係咁啦。好，咁今節姜濤嘅綜合新聞報導就嚟到呢度啦。咁下一節我哋翻嚟再繼續。